我是
拜托你解释，你说你拄好我。我就跟你讲，解释就是欠戏安尼尔，你嘛是怪奇怪的呢。不是，我是讲叫市民来解释。你住伫倒？倒来山。啊，我咧解释到底对还是对啦？所以看到到底要还死啊嘞？我咧解释对唔对啦？对啊。对。啊嘛，你嘛会晓讲，会晓解释嘞。哎呦，对，你也讲对呢。啊，就是跟你解释安尼，算唔对呢。哦，哎呀，会嫌讲啦。对啊。谦虚自我就对了，吼、啊，谦虚自牧啦，吼，安尼就是谦虚啦，咱就是爱安尼先。系啊系啊系啊。你这是咧讲个讲个。嘿呐。对啦，因咧听着唔免解释，因啥物成语，拢嘛捌咧。管知识吼，天天多。我管诶，对无？诶，我讲了这做官，我拢惊咧。我是较唔惊。但是我是袂使讲惊，爱讲解释就尊重，我对侬尊重。啊、我是较袂惊啦，安尼啊，你人拢是侪面唔惊穿啦。我看你哇，你两只米高啊，哦，安尼啊，敢那个高高在上，所以尊重，所以唔是惊，是尊重。即个应该尊重，应该啊。啊，实在讲起来，是咱听众朋友较可爱，懂大家打成一片，平起平坐啊，对吼。咱这节目来对面啊，唔是吼，啥物吼播音员啊，啥物听众无分安尼，咱就是咱。哦、对你我伊大家拢总吼是咱，安尼，无咧分什么报应嘛，无咧分什么听啊种，反正听种朋友电话拍来，你讲阮听，哇，你咧做主持人，哇，我咧做听啊种，大家互相诶，这是一个家庭打成一片。对，但是啊，讲这个官员，我们要养殖民膏，哦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就用钱为钱来吃皮革啦，就养殖民膏。亲像迄吼，囡仔来咧跳皮的时阵啊，阿妈咧养啊，养一支锤啊。啊！你这个傻逼哥啊！你都赔了钱吗？赔了钱吗？还是讲啊？你这个逼哥车啊！你赔过钱吗？安尼啊，所以赔了钱是来吃逼哥。哦，这阿妈较早安尼讲。哎呀，哎，哦，你有冇听过？唔捌。啊！你这个逼哥啊，好呀！你这个傻逼哥啊。唔捌嘞。哎，是大人较早咧骂囡仔拢骂安尼嘛？安尼哦，无连我话咧无安尼骂咧。啊，无你骂安怎？无啊，你只小细囡仔哦。哦，恁咧讲遐优秀哦，谦虚自牧。但阮唔是，哦，阮阿妈较早哦，但阮咧教过来时阵啊，足惊阮阿妈迄句话听出来。啊，较等下你着食咧一千下啊，一千下阿妈变做讲一千万声，就是遐种吼扫射，你知无？飞机扫射，三个就发生结尾。哦，那比扫射伊嘛较好，较轻松。扫射伊嘛一支夹落真正来破皮。啊，来扫射那规个三个位卡中间夹落拄啊，袂少要甲伊热烘。敢那芭蕉扇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吼，芭蕉芭蕉扇啊，吼，一落尻川阁有风，迄热天讲着偌好，啊，阮阿妈拢安尼，啊，有两面了，三阿 B 哥咯，阿 B 哥嘛是真补个物件，因为伊老大人咧骂囡仔吼，伊都唔敢讲家己咧骂歹话啦，所以我那讲个足好听，啊，你只吼三阿 B 哥啦 ，B 哥会啦 ，B 哥吼。伊庄家着爱拜拜时阵啊，还是讲吼，啥物吼大节日啊，才食会着啊。迄算讲一种高贵品。对啊，对啊。你面囡仔着甲囡仔面甲拄啊，袂输者高贵品安尼啦。吼。沙米糕啦，米糕会啦，吼。啊，我足济啦，我袂啥会记啊。吼。因为足久无去，我阿妈骂啊，阿即摆也骂我，我知影是安尼啦。即摆是妈听孙，听甲脚肿尿尿准。我阿妈真正真听话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阿妈较早来要娶我吼，阮阿妈用刀就对了，拢用哀了。啊，行去铁机路，佫唔敢坐车。安尼啊，啊，我细汉搞晕车咧。所以我若坐车，我阿妈是用爱甲个司机去冤家。一袂到站，伊拢话要停啊，啊，用阮孙要吐啊。啊，司机唔敢停啊。啊，尾下就无多啊，那拖到车顶，后盖佫赶快坐了这司机啊，免我阿妈讲啊，你来给伊这样讲啊，好辛苦，哈哈哈，停，靠背先停的，我跟你讲啊，恁孙阿要吐一个，安尼啊，啊，我阿妈就坐来迄条迄路边啊，吐吐的了啊，就去甲坐个坐车，好，阮娘开车，我阿妈敢那吃吃，真正足好吃的，即我细汉的印象甲即摆都足深。所以我阿妈为了不爱麻烦人，歹势啦。
唔知吼，拢是用爱我吼，行来铁路啊，火车也无要坐啦，行铁路，啊行铁路袂去唔对啦，行行行，会当行到我南门岛啊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哦，那是我细汉快乐的回忆啦。不过我阿妈是比较辛苦啊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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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